现在已经装好了。好，刚刚就是照我说的，在上面粘一个东西，好，粘一张纸也好，反正能隔住排线跟天线接触。哦，之前就是天线跟排线太近了，可能有短路的情形，所以导致那个讯号收讯减弱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一下煮好之后，好，一样在我这个位置，然后我的主机在那边，好，一样。之前呢，我动的时候是很不顺的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现在，哦，有了哈，明显的改善。之前说不能穿过我嘛，然后现在我在这边，好，明显的改善。今天的希望就是说，大家如果能用的话，就是说自己弄要小心啦。我刚不小心的时候，把那个排线给电源排线给用断了，所以搞了一番折腾了一下。对啊，现在弄好了，啊，信号还可以啦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爽爽的玩了，不然买回来跟可能跟新品不良一样，都没办法用，解决了，好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各位。